生肖猴属猴的人手脚麻利，慈悲心重，好做善事。七月底，财神送横财，贵人送好运，有钱有势，大吉大利，运势高人一等。出门见横财，幸福跑不掉，家门定能兴旺，而且世上顺遂，生活福源多多。加上生肖猴本身也非常的努力上进，往后必定是财富源源不断的汇聚。生肖虎属虎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办事，活得随性，朋友遍地。七月底，财神送横财，贵人送好运，有钱有势，大吉大利，财帛不缺，横财大奖连中，而且会碰到一些非常有前景的项目。加上生肖虎的人相信良好的付出是成才之道，经过他们的一番努力，往后小日子过得喜洋洋。生肖马属马的人待人亲切，聪明好学。七月底，财神送横财，贵人送好运，有钱有势，大吉大利，运势爆棚，财运大涨。在此好运的影响下，定能享福一生。而且这几个月时机很好，比较适合创业投资的开拓。生肖马的人如果经过这些努力，未来必定否极泰来，成功逆袭。